想知道他是不是想来。想知道他是不是想来。想知道他是不是想来。I wonder if he wants to come. 想知道他是不是想来。上去吗？上去吗？上去吗？ Are you going up? 上去吗？确定理解了吗？确定理解了吗？确定理解了吗？Do you clearly understood? 确定理解了吗？感谢您的热情。感谢您的热情。感谢您的热情。I appreciate your kindness. 感谢您的热情。哪边都可以。哪边都可以。哪边都可以。Either is fine. 哪边都可以。他正在打电话。他正在打电话。他正在打电话。He's on the phone. 他正在打电话。不要太严肃。不要太严肃。不要太严肃。Don't get too serious. 不要太严肃。有兄弟姐妹吗？有兄弟姐妹吗？有兄弟姐妹吗？ Do you have any brothers or sisters? 有兄弟姐妹吗？明天天气怎么样？明天天气怎么样？明天天气怎么样？ How's the weather tomorrow? 明天天气怎么样？存款了。存款了。存款了。I've made a deposit. 存款了。真不敢相信。真不敢相信。真不敢相信。I really can't believe it. 真不敢相信。今天心情真好。今天心情真好。今天心情真好。I feel great today. 今天心情真好。喂，排队。喂，排队。喂，排队。Hey, get in line. 喂，排队。真讨厌那个。真讨厌那个。真讨厌那个。I'm really sick of it. 真讨厌那个。
你家有几口人？你家有几口人？你家有几口人？How many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 你家有几口人？睡得很香。睡得很香。睡得很香。I slept like a baby. 睡得很香。不能停止看电影。不能停止看电影。不能停止看电影。I can't stop watching the movie. 不能停止看电影。我给你看。我给你看。我给你看。I'll show you. 我给你看。我不懂政治。我不懂政治。我不懂政治。I don't know about politics.我不懂政治。是给您的礼物。是给您的礼物。是给您的礼物。Here's a gift for you. 是给您的礼物。装蒜也没用。装蒜也没用。装蒜也没用。It's no use acting dumb. 装蒜也没用。暂且。暂且。暂且。For the time being.暂且。风吹得很大。风吹得很大。风吹得很大。It is very windy. 风吹得很大。我也想那样。我也想那样。我也想那样。I'd love to. 我也想那样。他出生在英国。他出生在英国。他出生在英国。He was born in the UK. 他出生在英国。这个周末有计划吗？这个周末有计划吗？这个周末有计划吗？ Do you have any plans for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有计划吗？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I am back. 我回来了。和这个号码联系吗？和这个号码联系吗？和这个号码联系吗？ Can I reach you on this number?
和这个号码联系吗？我未婚。我未婚。我未婚。I'm single. 我未婚。他经常熬夜。他经常熬夜。他经常熬夜。He often sits up all night. 他经常熬夜。受到指责是可怕的。受到指责是可怕的。受到指责是可怕的。Being criticized is awful. 受到指责是可怕的。这件毛衣是您织的吗？这件毛衣是您织的吗？这件毛衣是您织的吗？ Is this a sweater you knitted? 这件毛衣是您织的吗？我正要说那句话呢。我正要说那句话呢。我正要说那句话呢。I was just going to say that. 我正要说那句话呢。别吓我。别吓我。别吓我。Don't surprise me. 别吓我。刚刚做好的。刚刚做好的。刚刚做好的。I just made it. 刚刚做好的。明天有约吗？明天有约吗？明天有约吗？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tomorrow? 明天有约吗？这儿是新建的。这儿是新建的。这儿是新建的。It newly opened. 这儿是新建的。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I can't help it. 没办法。我要出差。我要出差。我要出差。I'm going on a business trip. 我要出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Easier said than done.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见面了吗？我们见面了吗？我们见面了吗？ Have we ever met before? 我们见面了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How come? 为什么？根据情况有所不同。根据情况有所不同。根据情况有所不同。It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根据情况有所不同。那太痛苦了。那太痛苦了。那太痛苦了。It is really painful for me. 那太痛苦了。因为我喜欢那个。因为我喜欢那个。因为我喜欢那个。Because I like it. 因为我喜欢那个。想知道雨是不是还在下？想知道雨是不是还在下？想知道雨是不是还在下？ I wonder if it's still raining. 想知道雨是不是还在下？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I am having another idea. 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请忘掉吧。请忘掉吧。请忘掉吧。Forget it. 请忘掉吧。你有什么好主意吗？你有什么好主意吗？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Do you have any ideas?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一缓不一急。一缓不一急。一缓不一急。Haste makes waste. 一缓不一急。不要害怕请求帮助。不要害怕请求帮助。不要害怕请求帮助。Don't be afraid to ask for help. 不要害怕请求帮助。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 How's she now? 他现在怎么样？久仰大名，久仰大名，久仰大名。I have often heard of you. 久仰大名。请连接一下打印机。请连接一下打印机。请连接一下打印机。Connect to the printer. 请连接一下打印机。哑口无言。哑口无言。哑口无言。I was tongue-tied. 哑口无言。
今天天气晴朗。今天天气晴朗。今天天气晴朗。It's clear today. 今天天气晴朗。对那个已经有所耳闻。对那个已经有所耳闻。对那个已经有所耳闻。I heard about it by word of mouth. 对那个已经有所耳闻。时间已经这么晚了。时间已经这么晚了。时间已经这么晚了。Is that the time? 时间已经这么晚了。明天有时间吗？明天有时间吗？明天有时间吗？ Are you free tomorrow? 明天有时间吗？把小猪存钱罐给拆开了。把小猪存钱罐给拆开了。把小猪存钱罐给拆开了。I broke open my piggy bank. 把小猪存钱罐给拆开了。他在选举中获胜。他在选举中获胜。他在选举中获胜。He won an election. 他在选举中获胜。我得到很多点击数。我得到很多点击数。我得到很多点击数。I'm getting lots of hits. 我得到很多点击数。是美好的一天。是美好的一天。是美好的一天。It's a fine day. 是美好的一天。怎么敢？怎么敢？怎么敢 ？How dare you? 怎么敢？莫非不会是真心的吧？莫非不会是真心的吧？莫非不会是真心的吧 ？Don't tell me you are serious. 莫非不会是真心的吧？结局好，一切都好。结局好，一切都好。结局好，一切都好。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结局好，一切都好。要我来做吗？要我来做吗？要我来做吗？Do I have to? 要我来做吗？我宁愿外出就餐。我宁愿外出就餐。我宁愿外出就餐。I'd rather eat out.
我宁愿外出就餐。这是您的手提包吗？这是您的手提包吗？这是您的手提包吗？ Is this your handbag? 这是您的手提包吗？也有可能那样。也有可能那样。也有可能那样。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也有可能那样。他比我大四岁。他比我大四岁。他比我大四岁。He's 4 years older than I am. 他比我大四岁。知道烹饪方法吗？知道烹饪方法吗？知道烹饪方法吗？ Do you know the recipe? 知道烹饪方法吗？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I love you. 我爱你。那是您的吗？那是您的吗？那是您的吗？ Is it yours? 那是您的吗？我经常冥想。我经常冥想。我经常冥想。I meditate often. 我经常冥想。那都是我的错。那都是我的错。那都是我的错。It's all my fault. 那都是我的错。他发了大财。他发了大财。他发了大财。He hit the jackpot. 他发了大财。不知是福。不知是福。不知是福。Ignorance is bliss. 不知是福。能做到吗？能做到吗？能做到吗？ Can you do it? 能做到吗？想做那个。想做那个。想做那个。I want to ride that one. 想做那个。现在正在去公司的路上。现在正在去公司的路上。现在正在去公司的路上。I'm on my way to work. 现在正在去公司的路上。我住在公寓里。我住在公寓里。我住在公寓里。
I live in an apartment. 我住在公寓里。我不清楚。我不清楚。我不清楚。I can't hear you well. 我不清楚。我是两个人当中的老幺。我是两个人当中的老幺。我是两个人当中的老幺。I'm the youngest of two. 我是两个人当中的老幺。我收到很多留言帖子。我收到很多留言帖子。我收到很多留言帖子。I'm getting lots of comments. 我收到很多留言帖子。我在打瞌睡。我在打瞌睡。我在打瞌睡。I'm dozing. 我在打瞌睡。工作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工作怎么样 ？How's work? 工作怎么样？我曾经是他的粉丝。我曾经是他的粉丝。我曾经是他的粉丝。I used to be a fan of hers. 我曾经是他的粉丝。昨天睡得晚吗？昨天睡得晚吗？昨天睡得晚吗 ？Did you go to bed late last night? 昨天睡得晚吗？要有自信，要有自信，要有自信。Have confidence. 要有自信。他喜欢冰淇淋吗？他喜欢冰淇淋吗？他喜欢冰淇淋吗 ？Does she like ice cream? 他喜欢冰淇淋吗？我性格急躁。我性格急躁。我性格急躁。I'm an impatient person. 我性格急躁。家人过得怎么样？家人过得怎么样？家人过得怎么样 ？How's your family? 家人过得怎么样？请排队，请排队，请排队。Get in the line. 请排队。我决定离开。我决定离开。我决定离开。I'm determined to leave. 我决定离开。
这个优惠券有效吗？这个优惠券有效吗？这个优惠券有效吗？ Is this coupon valid? 这个优惠券有效吗？很抱歉，我晚了。很抱歉，我晚了。很抱歉，我晚了。I'm sorry, I'm late. 很抱歉，我晚了。对他很了解。对他很了解。对他很了解。I know him well. 对他很了解。不要害怕提问。不要害怕提问。不要害怕提问。Don't be afraid to ask questions. 不要害怕提问。过得怎么样？过得怎么样？过得怎么样 ？How are you? 过得怎么样？该起床了。该起床了。该起床了。It's time to get up. 该起床了。以后发短信过去。以后发短信过去。以后发短信过去。I'll text you later.以后发短信过去。如果你需要建议，就问菲儿。如果你需要建议，就问菲儿。如果你需要建议，就问菲儿。If you need any advice. 如果你需要建议。就问菲儿。晚上可能睡不着觉。晚上可能睡不着觉。晚上可能睡不着觉。I can't seem to go to sleep at night. 晚上可能睡不着觉。知道你在想什么？知道你在想什么？知道你在想什么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的头发正在脱落。我的头发正在脱落。我的头发正在脱落。I'm losing my hair. 我的头发正在脱落。能借一下笔吗？能借一下笔吗？能借一下笔吗 ？Can I borrow your pen? 能借一下笔吗？我喜欢下雨。我喜欢下雨。我喜欢下雨。I like it when it rains. 我喜欢下雨。都想要。
都想要。都想要。I want it all. 都想要。我什么都好。我什么都好。我什么都好。I'm easy to please. 我什么都好。我好像找不到工作。我好像找不到工作。我好像找不到工作。I don't think I'm going to find a job. 我好像找不到工作。请帮我报警。请帮我报警。请帮我报警。Call the police, please. 请帮我报警。他的外貌是招人喜欢的。他的外貌是招人喜欢的。他的外貌是招人喜欢的。He has a likable appearance. 他的外貌是招人喜欢的。我养家糊口。我养家糊口。我养家糊口。I support my family. 我养家糊口。很抱歉，弄脏了。很抱歉，弄脏了。很抱歉，弄脏了。I'm sorry about the mess. 很抱歉，弄脏了。下去吗？下去吗？下去吗？ Going down? 下去吗？我绝不会原谅你。我绝不会原谅你。我绝不会原谅你。I'll never forgive you. 我绝不会原谅你。那是浪费时间。那是浪费时间。那是浪费时间。It's a waste of time. 那是浪费时间。还没弄明白那个。还没弄明白那个。还没弄明白那个。I haven't figured that out yet. 还没弄明白那个。诚实为上策。诚实为上策。诚实为上策。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诚实为上策。他肚子堵出来了。他肚子堵出来了。他肚子堵出来了。He's got a pot belly. 他肚子堵出来了。附近有洗衣房吗？附近有洗衣房吗？
附近有洗衣房吗？ Is there a laundry room near here? 附近有洗衣房吗？祝你过得愉快。祝你过得愉快。祝你过得愉快。Have fun. 祝你过得愉快。要说多少次？要说多少次？要说多少次？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say it? 要说多少次？不能排队等待。不能排队等待。不能排队等待。I can't wait in line. 不能排队等待。你说谎的时候我受不了。你说谎的时候我受不了。你说谎的时候我受不了。I can't stand it when you lie. 你说谎的时候我受不了。很遗憾会这样。很遗憾会这样。很遗憾会这样。I'm really sorry about how it turned out. 很遗憾会这样。我只是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只是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只是做我自己的事情。I'm just doing my job. 我只是做我自己的事情。你能和我们一起去就好了。你能和我们一起去就好了。你能和我们一起去就好了。I wish you were coming with us. 你能和我们一起去就好了。马上会回来。马上会回来。马上会回来。I'll be back soon.马上会回来。一见钟情了。一见钟情了。一见钟情了。I fell in love at first sight. 一见钟情了。如果过分了的话，对不起。如果过分了的话，对不起。如果过分了的话，对不起。I'm sorry if I was out of line. 如果过分了的话，对不起。总是打喷嚏。总是打喷嚏。总是打喷嚏。I keep sneezing. 总是打喷嚏。能给我电话号码吗？能给我电话号码吗？能给我电话号码吗？ Can I have your phone number?能给我电话号码吗？准备完毕。
准备完毕。准备完毕。I am all set. 准备完毕。做了噩梦。做了噩梦。做了噩梦。I had a nightmare. 做了噩梦。秋天到了。秋天到了。秋天到了。Fall has come. 秋天到了。不要害羞。不要害羞。不要害羞。Don't be shy. 不要害羞。坏事传千里。坏事传千里。坏事传千里。Bad news travels fast. 坏事传千里。下着鹅毛大雪。下着鹅毛大雪。下着鹅毛大雪。It's snowing big fat snowflakes. 下着鹅毛大雪。我无聊。我无聊。我无聊。I'm bored. 我无聊。认识泰勒吗？认识泰勒吗？认识泰勒吗？Do you know Tyler? 认识泰勒吗？不能说对不起。不能说对不起。不能说对不起。I can't say I'm sorry. 不能说对不起。今天下雨就好了。今天下雨就好了。今天下雨就好了。I hope it rains today. 今天下雨就好了。良药苦口。良药苦口。良药苦口。Good medicine tastes bitter. 良药苦口。不管费用是多少，我乐意支付。不管费用是多少，我乐意支付。不管费用是多少，我乐意支付。I'm willing to pay whatever it costs. 不管费用是多少，我乐意支付。完全同感。完全同感。完全同感。I completely agree with you. 完全同感。我现在可以去吗？我现在可以去吗？我现在可以去吗？ Is it okay if I leave now? 我现在可以去吗？
他总是吹牛。他总是吹牛。他总是吹牛。He always talks big. 他总是吹牛。嗓子哑了。嗓子哑了。嗓子哑了。I'm hoarse. 嗓子哑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Here she comes. 他来了。我很期待休假。我很期待休假。我很期待休假。I can't wait for the vacation. 我很期待休假。那都是假的。那都是假的。那都是假的。It's orchestrated. 那都是假的。能帮我接个电话吗？能帮我接个电话吗？能帮我接个电话吗？ Could you answer the phone? 能帮我接个电话吗？最近看到玛丽了吗？最近看到玛丽了吗？最近看到玛丽了吗？ Have you seen Mary lately? 最近看到玛丽了吗？看起来是那样。看起来是那样。看起来是那样。I can tell. 看起来是那样。抱歉，让您失望了。抱歉，让您失望了。抱歉，让您失望了。I'm sorry to disappoint you. 抱歉，让您失望了。我有我的方式。我有我的方式。我有我的方式。I have my own way. 我有我的方式。再也受不了你的啰嗦。再也受不了你的啰嗦。再也受不了你的啰嗦。I can't stand your nagging. 再也受不了你的啰嗦。能告诉我为什么不行吗？能告诉我为什么不行吗？能告诉我为什么不行吗？ Can you tell me why not? 能告诉我为什么不行吗？他是个酒鬼。他是个酒鬼。他是个酒鬼。He's a heavy drinker. 他是个酒鬼。一下子忘了。一下子忘了。一下子忘了。
It slipped my mind. 一下子忘了。我厌倦了那件事。我厌倦了那件事。我厌倦了那件事。I was getting tired of that business. 我厌倦了那件事。有消息吗？有消息吗？有消息吗？ Any good news? 有消息吗？连抱怨的想法都不要有。连抱怨的想法都不要有。连抱怨的想法都不要有。Don't even think about complaining. 连抱怨的想法都不要有。有好的想法。有好的想法。有好的想法。I have a good idea. 有好的想法。我不喜欢那个。我不喜欢那个。我不喜欢那个。I don't like it. 我不喜欢那个。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I don't remember. 我不记得了。下着倾盆大雨，下着倾盆大雨，下着倾盆大雨。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 下着倾盆大雨。我讨厌这样的天气。我讨厌这样的天气。我讨厌这样的天气。I hate this weather. 我讨厌这样的天气。请冷静一下。请冷静一下。请冷静一下。Calm down. 请冷静一下。我没有让你不高兴的意思。我没有让你不高兴的意思。我没有让你不高兴的意思。I didn't mean to offend you. 我没有让你不高兴的意思。我无法理解。我无法理解。我无法理解。I don't understand. 我无法理解。刚搬来了。刚搬来了。刚搬来了。I just moved in. 刚搬来了。您是怎么到那儿的？您是怎么到那儿的？您是怎么到那儿的？ How did you get there?您是怎么到那儿的？无法停止担忧。
无法停止担忧。无法停止担忧。I can't stop worrying. 无法停止担忧。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I don't mean it. 我不是那个意思。最近怎么样？最近怎么样？最近怎么样？ How is it going? 最近怎么样？刚过六点。刚过六点。刚过六点。It's just past six. 刚过六点。出来的很模糊。出来的很模糊。出来的很模糊。It came out blurry. 出来的很模糊。正在听。正在听。正在听。I hear you loud and clear. 正在听。这里可以拍照吗？这里可以拍照吗？这里可以拍照吗？ Can I take a picture here? 这里可以拍照吗？好不容易才做完那件事。好不容易才做完那件事。好不容易才做完那件事。I managed to get the job done. 好不容易才做完那件事。那个不能启动。那个不能启动。那个不能启动。It doesn't work. 那个不能启动。我结婚了，有两个孩子。我结婚了，有两个孩子。我结婚了，有两个孩子。I'm married with two children. 我结婚了，有两个孩子。他现在富足了。他现在富足了。他现在富足了。He has time to spare now. 他现在富足了。不能停止哼唱。不能停止哼唱。不能停止哼唱。I can't stop humming. 不能停止哼唱。有问题吗？有问题吗？有问题吗？ Any questions? 有问题吗？我找到工作很高兴。我找到工作很高兴。我找到工作很高兴。
I'm happy to have a job. 我找到工作很高兴。请不要靠在门上。请不要靠在门上。请不要靠在门上。Don't lean on the doors. 请不要靠在门上。要是下雪就好了。要是下雪就好了。要是下雪就好了。I hope it snows. 要是下雪就好了。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Good morning. 早上好。我还在因为那个伤心。我还在因为那个伤心。我还在因为那个伤心。I'm still upset over it. 我还在因为那个伤心。你跟别人吵架了吗？你跟别人吵架了吗？你跟别人吵架了吗？Did you fight with others? 你跟别人吵架了吗？知道那件事吗？知道那件事吗？知道那件事吗？ Do you know the story? 知道那件事吗？再要喝点红酒吗？再要喝点红酒吗？再要喝点红酒吗 ？Do you want some more wine? 再要喝点红酒吗？他筋疲力尽了。他筋疲力尽了。他筋疲力尽了。He is exhausted. 他筋疲力尽了。不要强迫我。不要强迫我。不要强迫我。Don't force me to do it. 不要强迫我。有雨伞吗？有雨伞吗？有雨伞吗 ？Have you got your umbrella? 有雨伞吗？我穿流行的衣服。我穿流行的衣服。我穿流行的衣服。I wear what's in fashion. 我穿流行的衣服。觉得对不起他的家人。觉得对不起他的家人。觉得对不起他的家人。I feel sorry for her family. 觉得对不起他的家人。别小看我。别小看我。别小看我。Don't take me that easy. 别小看我。
对不起，我得走了。对不起，我得走了。对不起，我得走了。I'm sorry, but I have to leave now. 对不起，我得走了。我有两个姐妹。我有两个姐妹。我有两个姐妹。I have two sisters. 我有两个姐妹。她为众人所熟知。她为众人所熟知。她为众人所熟知。He is known to everybody. 他为众人所熟知。这个可以再利用吗？这个可以再利用吗？这个可以再利用吗？ Is this recyclable? 这个可以再利用吗？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喜欢他。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喜欢他。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喜欢他。I can't believe that you like her. 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喜欢他。我还是爱你。我还是爱你。我还是爱你。I still love you. 我还是爱你。知道你的心情。知道你的心情。知道你的心情。I know how you feel. 知道你的心情。腿抽筋了。腿抽筋了。腿抽筋了。I have a cramp in my leg. 腿抽筋了。该叫什么？该叫什么？该叫什么 ？How should I call you？ 该叫什么？我正在接重要的电话。我正在接重要的电话。我正在接重要的电话。I'm in the middle of an important call. 我正在接重要的电话。被感动了。被感动了。被感动了。I am impressed. 被感动了。他来吃晚饭吗？他来吃晚饭吗？他来吃晚饭吗 ？Is he coming to dinner? 他来吃晚饭吗？我是农夫。我是农夫。我是农夫。I'm a farmer. 我是农夫。听说你搬家了。听说你搬家了。听说你搬家了。
I heard you moved. 听说你搬家了。再要喝点咖啡吗？再要喝点咖啡吗？再要喝点咖啡吗？ Do you want some more coffee? 再要喝点咖啡吗？该您了。该您了。该您了。It's your turn. 该您了。我通常起得早。我通常起得早。我通常起得早。I usually wake up early. 我通常起得早。非常冷。非常冷。非常冷。It's freezing. 非常冷。我觉得那很好。我觉得那很好。我觉得那很好。I think it's good. 我觉得那很好。我最近神经过敏。我最近神经过敏。我最近神经过敏。I've been so edgy lately. 我最近神经过敏。请跟我来。请跟我来。请跟我来。Follow me. 请跟我来。想错时间了。想错时间了。想错时间了。I mistook the time. 想错时间了。说来话长。说来话长。说来话长。It's a long story. 说来话长。行动比语言更重要。行动比语言更重要。行动比语言更重要。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行动比语言更重要。请不要那样。请不要那样。请不要那样。Don't be that way. 请不要那样。听说母亲病了，很遗憾。听说母亲病了，很遗憾。听说母亲病了，很遗憾。I'm sorry that your mother is sick. 听说母亲病了，很遗憾。如果是我误会了，对不起。如果是我误会了，对不起。如果是我误会了，对不起。I'm sorry if I was misunderstood. 如果是我误会了，对不起。
会联系的。会联系的。会联系的。I will be in touch. 会联系的。可以聊一会儿吗？可以聊一会儿吗？可以聊一会儿吗？ Can I have a word with you? 可以聊一会儿吗？使用方便。使用方便。使用方便。It's easy to use. 使用方便。不清楚你为什么喜欢他。不清楚你为什么喜欢他。不清楚你为什么喜欢他。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like her. 不清楚你为什么喜欢他。无法停止想你。无法停止想你。无法停止想你。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无法停止想你。我完全累了。我完全累了。我完全累了。I'm completely exhausted. 我完全累了。再打雷。再打雷。在打雷。It's lightning outside. 在打雷。问我也没用。问我也没用。问我也没用。It's no use asking me.问我也没用。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It's pretty straightforward. 很简单。流浪街头的人真可怜。流浪街头的人真可怜。流浪街头的人真可怜。I feel sorry for the homeless. 流浪街头的人真可怜。我的头发很细。我的头发很细。我的头发很细。I have fine hair. 我的头发很细。昨天对不起了。昨天对不起了。昨天对不起了。I'm sorry about yesterday.昨天对不起了。我对孩子们很严格。我对孩子们很严格。我对孩子们很严格。I'm strict with my children. 我对孩子们很严格。我没关系。我没关系。我没关系。
I don't care. 我没关系。我需要休假。我需要休假。我需要休假。I need a vacation. 我需要休假。我不想被打扰。我不想被打扰。我不想被打扰。I don't want to be distracted. 我不想被打扰。想知道他是谁？想知道他是谁？想知道他是谁？ I wonder who she is. 想知道他是谁？好像下了一夜雪。好像下了一夜雪。好像下了一夜雪。It must have snowed all night long. 好像下了一夜雪。打扰一下。打扰一下。打扰一下。Excuse me. 打扰一下。真不敢相信竟然是你干的。真不敢相信竟然是你干的。真不敢相信竟然是你干的。I can't believe you did that. 真不敢相信竟然是你干的。交房租不容易。交房租不容易。交房租不容易。I have trouble making rent. 交房租不容易。把我拉到群聊中吧。把我拉到群聊中吧。把我拉到群聊中吧。Invite me to your group chat. 把我拉到群聊中吧。现在还不清楚。现在还不清楚。现在还不清楚。I'm not sure yet. 现在还不清楚。不那么认为吗？不那么认为吗？不那么认为吗？ Don't you think so? 不那么认为吗？没关系吗？没关系吗？没关系吗？ Doesn't it matter to you? 没关系吗？我正在减肥。我正在减肥。我正在减肥。I'm on a diet. 我正在减肥。拿到那女生的电话号码了。拿到那女生的电话号码了。拿到那女生的电话号码了。I got her number. 拿到那女生的电话号码了。
我要喝黑咖啡。我要喝黑咖啡。我要喝黑咖啡。I'll take mine black. 我要喝黑咖啡。别让我失望。别让我失望。别让我失望。Don't let me down. 别让我失望。我准时下班。我准时下班。我准时下班。I leave work exactly on time. 我准时下班。有足够的时间喝咖啡吗？有足够的时间喝咖啡吗？有足够的时间喝咖啡吗？ Is there enough time for coffee? 有足够的时间喝咖啡吗？我在做饭。我在做饭。我在做饭。I'm cooking. 我在做饭。那是必须的。那是必须的。那是必须的。It's essential. 那是必须的。我该走了。我该走了。我该走了。I'm afraid I've got to go now. 我该走了。我被黑了。我被黑了。我被黑了。I've been hacked. 我被黑了。现在回去太晚了。现在回去太晚了。现在回去太晚了。It's too late to go back now. 现在回去太晚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All right. 知道了。宁愿去打保龄球。宁愿去打保龄球。宁愿去打保龄球。I'd rather go bowling. 宁愿去打保龄球。您结婚了吗？您结婚了吗？您结婚了吗？ Are you married? 您结婚了吗？别推。别推，别推。Don't push me. 别推，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It's going too far.太过分了。我需要建议。
我需要建议。我需要建议。I need some advice. 我需要建议。希望原谅我。希望原谅我。希望原谅我。I hope you'll forgive me. 希望原谅我。想起了从前。想起了从前。想起了从前。It reminds me of old days. 想起了从前。您一个人住吗？您一个人住吗？您一个人住吗？ Do you live alone? 您一个人住吗？真不敢相信他竟然那么说。真不敢相信他竟然那么说。真不敢相信他竟然那么说。I can't believe she said that. 真不敢相信她竟然那么说。今晚想在家。今晚想在家。今晚想在家。I'd rather stay home tonight. 今晚想在家。我每天运动。我每天运动。我每天运动。I work out every day. 我每天运动。是我运气好。是我运气好。是我运气好。I was lucky. 是我运气好。我乒乓球打得很好。我乒乓球打得很好。我乒乓球打得很好。I'm good at ping pong. 我乒乓球打得很好。我也是那么想来着。我也是那么想来着。我也是那么想来着。I thought so too. 我也是那么想来着。想快点见到家人。想快点见到家人。想快点见到家人。I can't wait to see my family. 想快点见到家人。那个人突然变了。那个人突然变了。那个人突然变了。He's changed all of a sudden. 那个人突然变了。这个适合我吗？这个适合我吗？这个适合我吗？Do you think this will look good on me? 这个适合我吗？干脆想做点别的。干脆想做点别的。
干脆想做点别的。I'd rather do something else. 干脆想做点别的。会立即再联系的。会立即再联系的。会立即再联系的。I will get right back to you. 会立即再联系的。我发誓。我发誓。我发誓。I swear to God. 我发誓。不要冒险。不要冒险。不要冒险。Don't take any chances. 不要冒险。我担心你。我担心你。我担心你。I'm worried about you. 我担心你。法国是欧洲吗？法国是欧洲吗？法国是欧洲吗？ Is France in Europe? 法国是欧洲吗？我是他的粉丝。我是他的粉丝。我是他的粉丝。I'm his fan. 我是他的粉丝。我非常讨厌加班。我非常讨厌加班。我非常讨厌加班。I hate working late. 我非常讨厌加班。很抱歉，打电话打晚了。很抱歉，打电话打晚了。很抱歉，打电话打晚了。I'm sorry for calling this late. 很抱歉，打电话打晚了。完全是你的错。完全是你的错。完全是你的错。It's your fault entirely. 完全是你的错。夫人好吗？夫人好吗？夫人好吗？How is your wife? 夫人好吗？绝对不会忘记那个的。绝对不会忘记那个的。绝对不会忘记那个的。I will never forget it. 绝对不会忘记那个的。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How's the weather today?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还没睡醒。还没睡醒。还没睡醒。I'm still half asleep. 还没睡醒。把那个烧掉了。
把那个烧掉了。把那个烧掉了。I've burned it. 把那个烧掉了。不能肯定地说。不能肯定地说。不能肯定地说。I can't say for sure. 不能肯定地说。想解除误会。想解除误会。想解除误会。I want to clear up the misunderstanding. 想解除误会。